分钟可以看到海巡人员正在协助一名意外落海的民众上岸。今天早上8点多，北部分署第二岸巡队接获民众通报，在鼻头渔港有一名男性民众不慎跌入海中，海巡立即派遣人员前往救援。带你看一段海巡人员的访问。今日8时许，接获民众通报，于鼻头渔港港区有一名民众不慎落水，安检所人员立即前往救援。人员抵达现场后，本所立即使用救援装备实施救援，成功将落海民众救援上岸。港区或岸际发现救生救难或民众需协助情势，皆可拨打海巡署118免费报案专线。人员抵达现场后，发现一名男性民众在海上等待救援，立即使用救生装备，成功将落海民众救上岸。而这名落海男子上岸后意识清楚，没有明显外伤。该民众也表示自己无需就医，就自行离开。